佛教智慧故事，化身实德大士。普贤菩萨应化人间的事迹中，当以唐代实德禅师之行迹最为人们所熟知。他是由阿弥陀佛化身的风干禅师捡回收养，后更与世称文殊菩萨化身的寒山大士成为莫逆之交，因三者皆住于天台山国清寺，后人合称为国清三隐。别哭了孩子，你是迷路了吗？我送你回家。我没有家。那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也没有名字。那你跟我走吧。寒山，这个孩子是你们村的吗？既然这样，你愿意住在这里吗？愿意。你是我在山上拾得的，就叫拾得吧。太好了，我有名字了。灵毅，以后就由你照顾他。是。师兄，您快去看看拾得在斋堂三野呢。啊，你知道吗？我有一颗明珠埋在暗中，可惜没有人能拾得啊。什么？你能拾得？小果生闻，别说大话了。大胆拾得，竟敢对佛陀无礼。啊，师兄，你如此放肆，以后不用清扫斋堂了，去厨房洗碗吧。是。师德，你犯了什么过错？怎么被罚到这里？工作不分高低，这儿也不错，拿回家去慢慢吃吧。谢谢你。那些乌鸦又来偷吃了。你接受出家人的供养，守护佛寺，清净道场，却不管寺里的事，让食物被乌鸦吃得一塌糊涂，如何当得伽蓝的执丝？师兄，我昨晚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伽蓝神来诉苦，说师德打他们。我也做了这个梦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！如此看来，这实德一定不是平常之人。还有一桩事，我一直没敢跟您说。何事？前日我在戒律堂说戒，实德和寒山赶着一群牛闯了进来。实德，你太疯狂了，竟敢破坏说戒！那轮回生死、前程悠悠的众生正在这里聚头呢。无嗔即是戒，心净即出家。我性与你合，一切法无差。师德，快出去放你的牛。我没在放牛，这群牛前生都是本寺的高僧大德，都有法号，不信我叫唤他们，他们都会应声的。前生律师洪静，站出来吧。前生点座光超，出来吧。直岁进本，站出来吧。知事法中。前生不持戒，人面而畜生，你今朝此救，怨恨于何人？佛力虽然大，你却辜佛恩。以你所说，那实德。两位师兄，驴丘太守前来拜见。快请。两位大师，听闻寺里住着一位活菩萨，特来拜见，请他到州县讲经。去请实德过来。是。实德和寒山离开了寺院，他让我把这封信交给师兄。若干年后。小师父，你可知道实德大师？当然知道了。他是我们国清寺的传奇人物，普贤菩萨的化身。请跟我来。
这些是石德大师的舍利子。小沙弥返回寺院，把这件事告诉了大众，大众这才知道他们所敬重的石德大师已在岩洞里示寂，就将岩洞号为石德岩。这个岩洞在国清寺东南方，约距离寺院2里左右的山峰上。Me
分。